諗下，有幾人穿紅袍？因為呢個人第一好可能係兇手，第二佢好可能證明到你係兇手。當時好似見到一個眼眼驚恐，記唔記得佢點樣？大佬啊，我都怕俾人認出嚟，唔通從我高度就俾人認出嚟我惡居？唔好意思，快咗。小小特色眼鏡。